高僧慈悲，救救我儿，我儿不知为何年纪轻轻却患得如此怪病。阿弥陀佛，令郎此病根由不在别处，却在女檀月，你的身上。根由在我。佛祖昨夜托梦给小僧，说女檀月虔诚参拜铜佛，极尽虔诚，其心可悯。然。 却不知万事皆有因果，令郎怪病缠身，是因你年轻时见死不救，造下杀孽。令郎实乃替母受过，佛祖慈悲，不忍令郎英年早逝，故遣小僧前来点化。女檀月，十数年前，你可曾在河边遇见一名失足溺水的孩童？是否见死不救，任由那孩童溺水而亡？ 高僧怎知？娘，当年待我赶到那河边时，孩子已经在水中不动，况且我又不识水性，还有孕在身。我高僧既来，定有补救之法，还请高僧慈悲，救救我儿，救救我儿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女檀月明日一早来一趟大佛寺吧。张氏明察，小僧根本不认得他们母子两人，不曾擅离大佛寺，更未曾去过江大郎家。 张氏若不信，寺内所有师兄弟，包括绝玄法师，都可以替小僧作证。不是，不是，义照，今日孔氏母子状告的是你和大佛寺，我若是让大佛寺的僧人替你作证，那与法理不合。你且稍安勿躁，待我听他们说完，我会自行判断。你俩不必顾虑，如实说来。 20多年前的那件旧事，民父从未对第二个人提起，只在铜佛前诚心忏悔过几次，所以那日义照说出此事，民父便信了七八分。第二日，我早早便来到了大佛寺，按照义照的嘱咐，赶在寺庙早课之后去上头香。他说那时佛殿里没有旁人。 佛祖才能专心听我讲话。祝佛慈悲，信女孔氏，恳请佛祖慈悲明示。当年河边那溺水的孩童，可是因我而死。我儿江大郎身患怪病，可是替母受过，恳请佛祖慈悲明示。 佛祖显灵了，佛祖显灵了，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接着说。后来，民父被好心人送回家中，醒来后，便对义照所说深信不疑。第二日，义照再次登门。 要我拿出银钱给他，说要替那死去的孩子做法事超度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消除我身上的罪业，大郎才能活命。自那以后，义照便以各种理由上门讨钱，渐渐的，我家连我瞧病的钱都掏不出来了。 义照便找来诊金最便宜的韩医师，可谁成想，我吃了几副韩医师的药，病情有所好转。我娘
就对易照的话更加深信不疑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丑事。大郎，病好点了？好多了，好了就行。大郎，快点快。是。小僧自幼入大佛寺，得佛祖和绝玄法师庇佑，潜心修行，六根清净，怎会做出这等犯戒的丑事？你们这般诋毁佛门，诋毁小僧，难道就不怕堕阿鼻地狱吗？我瞧得清清楚楚，你赠与李寡妇的那件金饰，就是我娘的首饰，是她赠与你做善事用的。现在想来，我的病之所以能够好转，全靠韩医师医术高明，跟同佛、跟大佛寺没有半点关系啊！既然如此，传那寡妇李氏上堂。李氏，江大郎状告大佛寺僧人与你有私，还骗了他的财物赠与你，可有此事？民妇寡居三年，恪守妇道，不敢与人有私，更何况是大佛寺的高僧了，请长史明断，还民妇清白。我亲眼所见，你与易照搂抱亲热，怎会有假？小僧与你无冤无仇，亦无往来，你为何要无中生有，毁我佛门清誉？难道真不怕报应吗？问得好，此事也恰巧是本官最想知道的。易照，你方才说你从未擅离过大佛寺，更从未去过江大郎家，可是如此？正是，小僧日日在寺内念经学法，从未离开过半步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江大郎和孔氏的街坊，可曾见过这位名叫易照的僧人？回禀张氏，我去江大郎家中出诊时见过这位僧人，而且还亲眼所见孔氏将家中银钱给他，让他代为行善。韩四，你替江大郎治病，那江大郎得的是什么病？你可说得清楚？江大郎得的叫隐病，其实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只是这种怪病呢，并不常见，俗称大脖子病。哦，那此病可治？此病可治。从现在的证人和证据来看，江大郎和孔氏并没有撒谎，诸位街坊和韩医师都可以作证。可见的确有位僧人假借治病的名义骗取了孔氏的钱财，并且指证这名僧人就是易照。怎么，你想改口？回禀长史，
小僧虽不曾离开大佛寺，但是也不敢保证江大郎的邻里街坊未曾见过我的相貌。此话何意？实不相瞒，小僧有个孪生弟弟，名叫孟二，不久前机缘巧合与我重逢，觉玄法师准他暂住在大佛寺内与我团聚。孟二长得几乎与小僧一模一样，小僧虽不曾离开大佛寺，但是不敢保证孟二没有离开过。依你之意，那出门行骗的是你的孪生弟弟，不是你。回禀长史，小僧若能找到孟二，是否就可以证明清白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把孟二找出来，案情自然就水落石出了。孟二与我兄弟情深，若长史能先放我回去，他定会来见我。等他露了面，小僧便劝他来府衙说明情况。好，既如此，那本官就破例一回，放你回大佛寺去。阿弥陀佛，谢长史。白三儿，有，你多带些人手，守在大佛寺山下，所有进出山门者，都要一一详查，以防嫌犯孟二逃脱。是，退堂。这一召回寺两日有余，孟二却毫无音讯。按说骗财骗色的就是孟二，如今孟二不见了。正是。据白三回报，寺中的僧人已经有两日没有见过他了。所以是孟二假扮了一召，然后事发以后他便逃逸了。孟二不见了，你看起来一点不担心审案的停滞，可是已胸有成竹了？早在你来之前，我便派小六和三寿暗中调查了大佛寺的僧人。那时我便知道这义照有个孪生兄弟，只是查遍了大佛寺里里外外，都没找到这孟儿的踪影。所以长史大人近日审案之时，是假装刚刚知道义昭有一个孪生兄弟，让义昭去找孟二也是刻意而为，因为您知道他找不到孟二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怀疑这义昭是孟二假扮的。我既然敢放他回去，自然是早有准备了。长史，孟二死了。尸体是进山拜佛的香客在山崖下发现的，一经发现便让小六他们运了回来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听闻有人坠崖，便有不祥之感，没想到真的是孟儿。如今孟儿虽死，但也算是现身了，一照的罪名也可以洗脱了吧。大师，您可看仔细了，这死者真的是孟二吗？长史的意思是，是孟二杀死了义昭，然后假冒义昭之名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想以此来脱罪吗？小僧冤枉，小僧冤枉。昨夜孟二前来找我，说案发后就一直藏身在大佛寺后面的山洞里，盘算躲过风头便远走他乡。小僧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呼劝他去府衙自首。孟儿央求我容他再想几个时辰，等天亮了再做决定。小僧一时心软，盼他能去府衙自首，于是便允了。没想到
没想到他这般想不开，竟畏罪自尽了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老衲以为，义照说的都是实情。此案疑点重重，定不能因为那义照的一面之词就定案。之前，江大郎曾状告义照和寡妇李氏有染。如此看来，此人应该是孟二。明日我会再提审李氏。若李氏真的与孟二有染，那他自然就知道这尸首究竟是孟二还是义照。来人，将这义照暂且收监。快说，这珠宝首饰从何而来？是民妇鬼迷心窍，信了那义照的甜言蜜语，失身于他。可民妇并不晓得，他送我的这些首饰是骗来的赃物。民妇知错，愿将这些首饰退还。看你有孕在身，我想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若再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快说啊，那孩子到底是义照的还是孟二的？民妇冤枉，司马明鉴，民妇并无身孕。哦，并无身孕，那是你在撒谎哦。回司马，前日在堂上，李氏从我面前走过，韩四就发现李氏有孕在身。韩四习医多年，那日除了体态气息，李氏也出现轻微孕吐，所以韩四敢断定胎有孕在身，而且至少有三月之上。若你真无身孕，可敢让我给你把下脉吗？知错，民妇却如医师所言，又怀有身孕，求司马开恩。所以那孩子是孟二的。是。看你也是可怜的命苦之人，我想给你指条明路，不知你愿不愿意走？愿意，民妇愿意。去衙门认尸吧。告诉我们死者到底是孟二还是义照，这样我就会不再追究你的罪，还会给你一笔钱财加之新的身份，你便可以去另外一处重新开始生活，可好？多谢司马，多谢司马，民妇愿意去认尸。来人，将冒充义照的贼人孟二押上堂来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孟儿，你好狠的心啊，竟然连你的亲哥哥都忍心杀害。孟儿，你是如何杀害义照的？还不从实招来。小僧冤枉，小僧不知这位女檀月为何错将我认成孟儿，但小僧真的是义照啊。孟二生来左腿有一块胎记，可民妇昨夜前来认尸时发现这具尸体并没有胎记，他究竟是孟二还是义照，只要查验他的左腿便可立见分晓。白三儿，拉开他的裤管。放开我，我是义照。放开我。
长史，确有胎记。孟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没杀人，我是诈骗了孔氏的钱财，但我并未杀害兄长，易昭的死与我无干，我罪不至死，请长史明察，请长史明察。铁证如山，你还在狡辩？小人句句属实，望长史明鉴。那夜，易昭趁着夜色无人发现，一个人偷偷来我藏身的山洞找我，谁知夜色茫茫，山崖险峻，他不小心跌落山崖，意外身亡。孟二，事到如今你还谎话连篇，还死不悔改。那江大郎和孔氏报案后，我立刻就派人搜山。你若藏身于山崖，我怎会寻不到你？若本官没有料错，早在三月之前，你为和李寡妇方便私通，便起了杀心，易昭便死于你手。易昭是前夜才死的，前夜才死的。如依长史推断，他是死于三月之前。当下天气炎热，沉尸两日还是沉尸多日，一验便知，一验便知。仵作，依你之见，易昭死了多久？回长史，看尸体的腐烂程度，并不像是死了三月之久。时下天气炎热，尸体又是在香蕉野外找到的。若说易昭已死多日，在这酷热天气之下，尸体绝不能这般完好。对，对，易昭是死于前夜，他是不小心失足摔死的。此事除了小僧知道，恐怕就只有童佛知道真相了。此案的确是疑点重重啊，比如那易昭究竟是何时死的？若如孟二所说，死于前夜，那案发现场就只有易昭和孟二两人，那究竟是失足跌落悬崖，还是蓄意杀人？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，只能由着孟二狡辩。但若是易昭如我所推断，死于三月前，那孟二蓄意杀人的罪名才能坐实了。你这么说的确是有蹊跷啊。这样，今夜我去大佛寺看看，还能发现什么新线索吗？有劳司马了。别说客气话。法师，司马，今日同佛是否流泪？未曾。自老衲派人看护同佛以来，同佛再未显现流泪神迹。这是匠人们铸造铜佛的时候留下的。其实铜佛并非失心铸造，这是一道暗门，
可供匠人们进出的。还有多少人知道这道暗门？信众们虔诚拜佛，自然不会注意到它。寺院的僧人平日轮值打扫，所以本寺的僧人都知道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孟二在大佛寺住久了，他也应该知道。司马，司马，可有发现？法师，今晚程昱是否可以在寺中叨扰一晚？老衲这就安排人给您收拾一间上等的禅房。不必，在孟二之前的房间便好。好，就依司马。司马以前去大佛寺勘察，那铜佛并非实心铸造，佛身后留有一道可供一人进出的暗门，暗门内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司马说此案关系重大，事无巨细，凡事多虑些，都相互通禀好。这几日司马暂住在大佛寺内，长史这边若有新的发现，白三便立刻去传话。知道了，小的告退。司马，请用斋饭。这禅房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是却比我工房的寝屋清凉舒适许多呀。司马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大佛寺的冰窖就在这间禅房的下面，所以这间屋子是大佛寺中最清凉的一间，易照就是负责看管冰窖的僧人。这间屋子下面有冰窖？嗯，没错，冰窖的入口就在那儿。这挡板上的水汽是从冰窖中偷上来的，不管擦拭几遍都是如此。可真不是我们偷懒没打扫干净，法师此前特意交代过，屈司马是本寺上宾，一定不可怠慢。劳烦小师父，我有些乏了，想休息了。那小僧就不打扰司马了，司马早点安歇。
郎君，屈司马来了，说有急事。司马来的这么着急，可是有重大发现？的确是有些进展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在孟二的房间里发现了些好东西，大佛寺冰窖的入口就在孟二的房间下。如果按照你说的，孟二是在三月前把易昭杀死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他把易昭的尸体藏在了大佛寺的冰窖中，然后自己假扮成易昭。大佛寺冰窖的温度极低，所以易昭的尸体腐化的会慢很多。这就对了。还远不止这些，铜像流泪的秘密我也发现了。你在笑什么？你猜猜。你都知道了？我家郎君是何等聪明，这等小事其实能难倒他的。那是那是。我在那铜壶中灌满了冰水，没过多久变成那副样子了。又被你提早一步。真相既然已经大白，明日就可以结案了。孟二，你可知为何今日我会把公堂设在大佛寺内？我就是为这铜佛而来。铜佛大慈大悲，证我清白。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请这铜佛来给你做见证。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，铜佛若是指认人是你杀的，你可认罪？佛祖在上，我孟二发誓，若铜佛指认是我杀死兄长，孟二即刻认罪，绝不狡辩。好，很好。西周长史裴行俭恳请佛祖，佛门弟子易昭若是被他的亲弟弟孟二所杀，还请佛祖显现神迹，为易昭垂泪，当众指认孟二，为死者伸冤。回来了，别老咋咋呼呼的，慢点说，什么回来了？库迪夫人带着松儿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不是说两天以后吗？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想给你个惊喜吧。已经进城了。都进城了？进城了。那房间打扫干净了吗？我让人准备的那些吃食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来得及。那还不赶快准备呢？啊，快快快快快快去快去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慢点。
岳父大人，我孙儿回来了。你小心点，你太好了，我孙儿回来了。你没办着啊，我孙儿回来了。你提前两日到达，一定是日夜兼程的赶路。那大海道风沙大，太阳毒，路途又这么难走。上次我陪你的时候，你尚且吃不消，这次你一个人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只要能快点回到家，见到你，吃再多的苦也值得。辛苦你。好了，你快放开我，我已接连数日没有沐浴，我这身上的味道。我家娘子冰肌玉肤，就算一年不沐浴也相如兰芝。我看你是鼻子坏掉了。只因我赢了，你赢了。我要骑大马啊！骑大马，骑大马，有大马让你骑。阿翁就是大马，来。哎呀，来，骑上来，来吧。哦，骑大马了。坐好了啊。好了，大马要走喽，预备，走，驾。驾！夫人，今日这杯酒是老夫向你们二人谢罪的。老夫对自己之前的诸般行径深悔不已，好在未铸成大错，今日在此诚挚的恳请你们二位。多虎不敢。多虎言重了。崇玉也向二位谢罪。第二杯酒是
感谢你们救出福仙，救出松儿，使我们屈家从此摆脱了大长公主的桎梏。松儿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裴长史和库迪夫人。